接下来看环保方面的消息，嘉义市环保局多年来推动绿色采购，推动企业团体采购有环保标章、优先环保产品，在政府机关带头率先响应。101年度民间企业甲团体实施绿色采购计划，成绩荣获全国评比第一名。嘉义市环保局感谢企业团体配合，并且秉持爱护家园的信念，共同打造嘉义市成为绿色饮食的适合基大城。其气候异常、温室效应带来地球各地灾害，世界各国重视环保作为。在中央推动之下，嘉义市环保局持续推动绿色采购九年，过程当中不断以座谈会，也就是鼓励参与认证环保标章的方式，甲企业也就是团体进行沟通。同时，嘉义市政府机关率先响应绿色采购计划，在中央评比内底，每年绿色采购的比率拢达到90%以上。以全国在101年度，获得民间企业甲团体实施绿色采购计划，成绩全国第一名。市政府本身率先的来执行这个绿色采购，好，每年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绩效都达到中央规定90%以上的一个目标值。好，那在这几年来，我们也将这个绿色采购的一个观念，好，推广到企业团体。嘉义市环保局表示，绿色采购就是购买环保标章产品。环保标章产品是由中央审核核发的标章，代表该产品具有低污染、会当回收、新资源的特性，是对于环境优先的产品。好，那分数也达到99.5分。好，这又感谢企业团体跟我们市民朋友一起的一个努力。好，来才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一个成绩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这个绿色消费的一个观念哈，能够落实到生活中哈，而企业也跟我们一起来努力哈。嘉义市玉通大饭店通过环保旅馆、环保餐厅认证，第一间以2000万打造绿建筑便利超商，嘛是位在嘉义市。这种种的亮点，环保署长沈世宏特别颁奖表扬，并甲嘉义市各工业会、商业会以及服务团体推广绿色经济，鼓励民间企业都参与绿色认证。嘉义市环保局感谢企业团体配合，希望大家会当持续秉持爱护家园的信念，甲政府共同打造嘉义。成为绿色饮食适合居住的城市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